在念佛堂念佛，在日常生活修行，应怎样做啊？怎样做才相应？念佛堂是训练，是养成念佛的习惯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无论工作也好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这个心里头啊，忆佛念佛，能够做到不中断，这就叫功夫成片。功夫果然成片，往生就有把握了。所以念佛堂是养成，真正功夫是在日常生活当中。